那这个是2020年的 Boom 的 People。然后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就要做同期比较，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张图上面做修改。同期比较的话，变成这个筛检的年，我要有2019跟2020，确定。然后请把这年丢到这个栏这边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一样，明黄色是那个是2020年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就每一个行政区人出新生儿人数在减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第二就是说，那个同期比较，同期比较。各行政区皆下降，各行政区什么东西皆下降的新生儿出生人口数下降，可以吗？这就是同期比较，所以请你们直接改。就是这些基本的图是你一定要会画的，